徐总，您好，我做一下自我介绍啊，我是4栋583的业主魏志华，我也是全款买的铺。这个是12月8号我才知道啊，这个天堂上破产，后面所有的这个法租都没有。我这边是哪个？来的真的是民了，很快的。你来干什么？有功夫都是人了。妈的，作死的拍。